天哪，泥巴咖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？不过我说啊，你可不要先被这店名给吓着，因为店家还没放大决呢。试问你听过老鼠贝果吗？是不是觉得这充满惊悚名字的咖啡屋十分有趣呢？其实泥巴咖啡的由来是因为老板最爱的咖啡是一种叫做 mud 泥巴的咖啡，而老鼠贝果嘛，则是因为店家以贝果研发为特色，因此总是扮演着白老鼠的角色，是以才获得老鼠贝果的称呼。不过惊悚归惊悚，你可别因此而错过了这被誉为花莲最好吃的贝果哦。